狙击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狙击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我感受到了水灵碎片的存在，就在这个村子里。我的，加油！哎呀！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，巨流和小镇突然断水，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场罕见的旱灾，旱灾原因至今不明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场断水给居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居民们为了寻找水源已经疲于奔命，王国进入了紧急状态，调派人手专门过来运水，目前已经派出50位来调查这次事件，希望这些措施能对灾情有所缓解。哎呀，什么巨流河呀，连个小水沟都没有，渴死了。快避开，家就失灵了，快避开，救命啊，危险，救命啊，哎呀，水，水，有水了，都说了吧，水来了。水，给我水，水，我要喝水。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别抢！大家别抢啊！我先喝，我先喝。你让，让我先。你们就是水晶城派来送水的工人吗？大家别抢！水，是的，真的很抱歉，任务紧急。出发前都没时间给车子做检查，出了岔子，还好有你们的帮忙。我们赶紧处理好现场的秩序吧。好的，别抢，看我的。大家别抢啊！都住手！爸爸爸爸爸，给我水！所有人都退后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我要喝水，那里有水。水，我要喝水。姐姐救命啊！下一个。这些水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些水是要送去给那些不方便过来取水的镇民们的。下一个，到你了。那么，失陪了。我也来帮忙吧。小呆呆，你留在这里。我和……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沃特。哦，好的，我先和沃特去送水，这里交给你了，小呆呆。好的，路上小心。也就是说，从1年前开始，镇上的水管就开始不明原因的堵塞，最终导致全镇断水，是吗？那这之前就没有其他什么反常的情况吗？这没有，我不清楚。猪猪侠，我那边的水都分完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们这边也剩下最后一桶了。沃特，我们还是先把水送完，只剩最后一桶了。这是谁家的呢？喂，全部都送完了，怎么还剩一罐呢？上面有没有标签呢？我闻到水灵碎片的气味了。水灵气息。快追！
把碎片交出来吧，不要逼我们动粗。哟，这不是武林卫吗？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当然是来做好事的了，宝贝。原来是你们，太过分了，居然把好好的小镇变成这样。哈哈，镇子变成这样。 简直是可喜可贺呀！最好能更混乱一点，越乱我越喜欢。不可原谅，小呆呆，我们上，守卫之力，变身。怎么，迫不及待想听我演奏一曲了吗？哎！哎！哎！ 我来对付这个家伙。哎呀！没有耐心跟你们玩，你们还是乖乖的把那个带着碎片的家伙交给我们。休想！我一定会保护好沃特的。沃特，放心，我。 沃特，恐怕跟这次的旱灾脱不了干系。就是他造成的水管堵塞，可我看到也不像是坏人呢。这中间可能有什么误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遗忘战士前面找到他。快快快！沃特，你在家吗？哇！ 凉清爽，他家夏天都不用开空调哎。啊，你看那。沃特，你有操控水的能力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拥有了这种力量。镇上的那些水管都是你冻上的？是，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有一天碰巧摸了一下，他们就全部冻住了。 都怪我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力量，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。哎呀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嘛！看，我们都有这种能力，这并不可怕。水灵之力。 好像是从你的项链里散发出来的。啊，沃特，你把项链取下来给我们看看，可以吗？或许你的能力应该就是那条项链造成的，他就是罪魁祸首。请不要这么说，这是我祖母留给我的遗物，对我而言，它是无价之宝。对不起，但是取下项链，或许就可以解决你现在的苦恼了。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哦。先别急呀。不如把项链交给我吧，我会替你好好保存的。是你，守卫之力变身。我的家呀！啊！ 愣着干嘛？快跑！别想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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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沃特，集中注意力，凝结冰墙。我不会。沃特，发动你的项链，快！可恶！沃特，快逃！我已经没有耐性再陪你玩了，不管你什么婆婆奶奶外祖母的，赶紧把项链给我！嘿！水灵碎片，请赐予我力量，守卫之力武灵变身。没想到你还有后手，是我失策了。沃特，项链还你。犀牛！虎啸剑击！撤！别跑！你的路，快来帮忙啊！好冷啊！一波路，快试试看，能不能发动水灵碎片的力量，给镇子上的水管解冻？勇气的力量，